禁区之所以成为禁区，一是因为它的神圣不可侵犯，一是因为它的可怕不敢侵犯。在优美的乌克兰境内，就有一个属于后者的禁区，一块乌克兰政府不愿意面对，乌克兰人民不敢踏足的国土。1986年核爆发生之后，核电厂方圆30公里的范围都被列为禁区，因为这个区的每一寸土地都证实被辐射污染，不适合人类居住。因此连带区内所有城市和村落的居民都要被撤离，所以这个地区又叫做死亡区。而死亡区里面最接近核电厂的那个城市，我们叫它做死城。从基辅到死亡区大约需要3个小时的行车时间，而在进入死亡区后大约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就会到达死城。由于这次我们要拜访的是一个辐射高危险区，所以除了事前要进行一系列批文申请之外，我们在正式进入死亡区之前还要经过重重的关卡。每辆从死亡区离开的车辆都要仔细地用仪器探测，看看潜藏的辐射指数有否超过安全的标准。过关之后，摄影小组的车辆一直向着死亡区的中心点切尔诺贝尔核电厂前进。沿途所见人烟稀少，但是河水淙淙，野生的林木花草也见茂盛。不过同行的研究人员一再叮嘱我们，尽量避免触摸到死亡区内的任何生物，因为它们吸收了无数的辐射物质。一时间紧张气氛笼罩全车。在死亡区的边缘地带，摄影小组无意中发现到这个被遗弃的小村落，距离事发现场大约还有25公里。在这条荒村里面，我们进入荒废的小村屋，见到岁月留下的尘垢，也见到大自然冲刷下的破落。但是我们同时见到的是乌克兰最传统的除雾地窖和主食土炉。当年匆忙间收拾细软，这些是乌克兰人带不走的生活形式，也是岁月和大自然都不能够冲走的生活点滴。随着核电厂这个目的地的逼近，摄影小组获派一部辐射指数检测仪。当指数到达0.3，就会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尽快离开。而为了保障摄影小组的生命安全和防止我们将辐射物带出去污染到死亡区之外的世界，我们被带往到保护衣更换站，去换上一些防辐射的制服。由于没有中国人会踏足死亡区，更换站内的衣物并没有预备亚洲人的尺码，所以我们只好穿上很不合身的保护衣。现在70几了，100了。这现在是入了这个区域。这是在我们眼前的就是1986年4月26日1:23发生爆炸的4号反应堆。截至今天，这个反应堆已经停工14年，而核电厂的四周也有重重的铁丝网包围着严禁进入。虽然一切的不幸都是由核电厂引起，但是要真正感受死亡的启示，就必须要踏入死城。
一个曾经住过45000人的现代化城镇，人不再在这里生活。鸟也不再在这里飞过，这里再也留不住一丝的生命，留得住的只有生活过的痕迹。曾经载着无尽欢笑的摩天轮依然屹立空中，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它才会再次转动起来。广场上曾经出现过的足迹已经被一层又一层的青苔野草所掩盖，不会再有巴士停站的巴士站，不会再有电话铃声响起的电话亭。街上见不到有被丢弃的垃圾，只见到生锈的物品。一个曾经衣香鬓影的演奏厅，气派依旧在，乐声不再闻。歌声没有，乐声没有，大自然的虫声鸟声同样没有。一梁一柱一下子未必就能被岁月埋葬，但是却埋葬了点点滴滴的回忆。每一间丢空的房子都只有往日的影子和我们今天的足迹。这家人匆匆撤走之前，可能正准备煮一顿丰盛的晚饭。这个钢琴的主人会不会很后悔没想尽办法将这琴带走呢？一间学校大门口放满匆匆留下的防毒面罩，学生的欢心，还有学习的气氛，并不会就此烟消云散。因为在黑板上面还清清楚楚地写着，永别了我的母校，请原谅我，1986年4月28日。我们在这里逗留了3个小时，但是感觉上似乎一秒钟都没流逝过。我们不其然想象到，这14年时间在这里是同样的过，在将来不知多少个14年都会同样这么过，这么完全停顿的过。切尔诺贝尔核电厂爆炸当天，普里帕特市全市市民一夜撤走，政府为了补偿和安置，就在一年之后在临近的地方新建了一个全新的城镇 Savatich。 我们见到的这个新城，整个城市规模保留着 Pripyat 市的原貌，一座座四四方方的住宅大厦住了大大小小的家庭，纵横交错的马路将这个城镇连接到外面的世界。
在这一片天空底下，小孩子依然天真活泼，大人依然忙于工作和照顾子女。表面看来，这里有生气，有色彩，但其实这里是没有希望的。今天我们重提1986年的切尔诺贝尔核爆事件，很多人都会以为这只是一段历史，但是对当地人来说，他们有很多人都明白到，切尔诺贝尔核爆所带来的辐射物质，几百年之内都会与乌克兰并存，成为乌克兰生活的一部分。核爆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过去，还是现在与未来。乌克兰人这个不幸的民族，曾经用尽所有的方法将死神拒诸门外，但是从来没有想过离开自己的国家，放眼新的天空。这是因为乌克兰人热爱祖国，还是他们欠缺我们中国人的那一份求生的冒险精神呢？当一个积极进取的中国年轻人遇上这个安于现状的乌克兰民族，乌克兰人相对来说比较淳朴，比较善良、友好。当然，极个别的不好的有，我也遇到过，很也不好的、不友好的，没有教养的也有。但是这是极少数，在哪个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但是给我的印象普遍挺好，我很喜欢。魏更强，中国大连人。5年前一次出国读书的机会，把他带到乌克兰这个浩劫余生的国家。事隔5年，由于经济问题，魏更强的读书计划被迫搁置。今日当上厨师的他，对于当日的异乡读书梦，依然觉得收获甚丰。因为他深入地认识到这个心目中的第二个故乡乌克兰，以及一群情同手足的乌克兰朋友。刚才看见你有就是很多的朋友，当中有一些是还有哑巴的朋友，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这也是个偶然的机会。我刚来到乌克兰之时候呢，我根本也不会说话，乌克兰也只会说你好、谢谢、再见，再多了就不会说，也就像个哑巴一样。也走在大街上，走在人行道的时候，我要回家的话，我迷路，我不知道怎么走，我就争，这也可能就是命运吧。旁边站了一个朋友，我就把这个地址给他，我说我怎么走，他说他不明白，他说他听不见，他不会说话。我明白他是哑巴，他是聋哑人，那怎么办呢？他说我可以帮你，你跟我一块走，我给你送到家。完他一直给我送到宿舍。我很感激，我觉得这人很诚实，很乐意帮人。我们之间，我就把我的地址，他把他的地址给我了。过一段时间呢，我到他家里访问，他到我这来，就通过他呢，我感觉人很好。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这么幸运，可以适应异地的社会，更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这么幸运的可以融入到异地的民族。在一次参加魏更强和朋友的聚会当中，我们发现这位定居乌克兰只有短短5年的中国人，已经和当地的乌克兰人打成一片。魏更强的成功，很明显的不是来自运气，关键就是他热情主动的个性。他乡的故事不一定充满歧视和无奈，他乡的故事也可以是充满友爱与和睦。为了要取得和乌克兰人平等的地位，魏更强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无国界的人，完完全全地融入当地的生活，感受乌克兰人的一切。你经常来
来这个公园吗？对，我经常到这个公园来，因为我到这里换车，到看见好多的乌克兰人到这里来，尤其是老年人，他们到这里消遣，因为生活水平嘛很低，工资拿不到，所以他们到这里来进行消遣呐、下棋啦，干上其他的事情。对于生活无忧、儿孙满堂的老人家来说，长寿当然是一种幸福，但是对于乌克兰的老人家来说，长寿可以代表着一种漫长的折磨，一种痛苦的等待。现实在乌克兰，平均每一天都会有一个老人家厌世自杀。这些走上绝路的老人家，大部分都是今天经济倒退的牺牲者，因为每个月25美元的养老金，实在不能够支付100美元在乌克兰的基本生活费。当安享晚年已经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他们最后只有将希望寄托在来生。基辅现在吧，以前我刚到的时候吧，公交车、电车、汽车是不收费的，公用电话不收费，很方便。现在从九六年开始收费了。电话、公用电话收费，汽车收费，电车收费，因为国家现在实行私有化，私有化就必须要需要这个钱来维修，那就现在就是逐渐逐渐的在往上涨。今天的乌克兰换汤不换药，表面上新制度反映着新思想的实践，其实有很多人依然不能适应新社会的步伐，只有终日活在等待之中。这是乌克兰银行，乌克兰银行没有很多的人到这里存钱，现在生活很不景气，没有人到这里存钱。作为我自己吧，不到这里存钱，因为我是外国人，我的钱呢一般都寄到家里去了，所以现在很少有人到这儿存钱，因为每个人的工资不都很低。自己生活水平都不够，所以不到这里来存钱。勤劳和节俭是中国人的优点，而这种优点在今天的乌克兰就更加值得被提倡。在这个希望渺茫的国家里面，我们见到无数的乞丐，情愿将希望寄托在运气，也不愿意将希望寄托在他们健硕的四肢。这是基辅最大的一家剧院，非常漂亮，每到星期六星期天好多的乌克兰人都到这看剧，虽然生活很艰难嘛，但是还能省出钱来都来看剧，我也经常到这来看剧。是吗？花费怎么样？花费还可以，一般在30-40格里夫纳。你来看的话看什么呢？我一般到这来看呢，一般都来看芭蕾舞。为什么你看芭蕾舞？因为呢，歌剧吧我听不懂，芭蕾舞和交响乐和音乐我能听懂，所以我很喜欢，我到这来看。那以后慢慢的去会听，你就会看话剧了吧？对。深明人生如戏的道理，魏更强时刻警惕着自己，要好像观众般观察和反省自己的人生。我在人行道的地下人行道。就遇到一个老华侨，因为我看他是很像中国人，我就跟他问起他，我说你是中国人吗？他说是。我就问他，你在中国，你年轻时候到这来，那你现在在这怎么样？他说他现在生活很惨，他的妻子和他离婚了，他的子女女儿都和结婚了走了，现在就剩他一个人，他的退休金吧很少，才50块钱，而生活费呢，一个月就是水电煤气，一个月就得40，剩下10块钱，根本无法生活。所以他呢，就拿一点东西，到那个去卖。从你刚才说的那个老华侨，你在他身上有什么启发？看他之后我有很大的感慨，我当时就想，他的现在是不是我的未来？前人的经验是魏更强免费的金石良言。作为一个厨师，他煮得出美味的中国菜，
同时也有信心可以烹调出美味的人生。乌克兰境内一个不起眼的中国人，每天从事的却是了不起的文化融合。我们都期待他的他乡故事会有美满的未来。走出绝望，走进死局。如果说乌克兰有的只是绝望，那么邻近的白俄罗斯有的就只是哭泣的死局。在这个只有75个中国人的国家里面，这个中俄混血医生目击过什么灾难呢？这个中国生意人怎么样靠辐射赚大钱呢？下一集我们去白俄罗斯寻找他乡的故事。